大武警分局三号晚间获报台九线南下车道发生的交通意外，原警到场了解，是一台普通重型机车由北往南行驶，不明原因擦撞停放在路边的大货车，同向后方小客车因为闪避不及撞击已倒地的机车而发生的事故。详细的肇事原因，大武警分局还在调查处理。大武警分局三号晚间获报台九线南下车道发生交通事故，经原警到场了解，是一台普通重型机车由北往南行驶，因为不明原因擦撞放在路边的大货车，而造成后方小客车因闪避不慎撞击已倒的机车造成事故。本分局昨日晚间8:21获报于台九线388.7公里处南下车道有交通事故，经本所原警到场了解，是骑士骑乘机车不明原因擦撞停放路边大货车，摔落于车道受伤送医，同向后方小客车因闪避不慎撞击已倒地的机车，详细肇事原因目前调查中。也要特别呼吁用路人行车务必注意前方的状况，不要超车超速以及疲劳驾驶，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人的安全。记者陈安如台马里乡报道。